我当时我要求要月两个月的，或者我要求要月费全免，这个好像就过分。这个月五十还是干嘛面都在，人家来回老板也是简直都没有。这是他们政府应该给的待遇，知道吧？也是你应该争取的权利。只管去要，只管去争取。 其他人光管家都是两口子，等会还有这病，他得正着呢。赶出死人，这里爬出去。也就是说，你慢慢的试着触动他，慢慢试着把他讲一点。嗯，那三条脊髓不在里。四岁的我的三岁走的。我哪知道啊？我哪知道是这病啊？ 挣的钱都花到这上面，人家给我别的人民人鬼不鬼叫受点苦。国家还挣了有钱的病。啊，这是港儿的给他生的这个相逢的病。女孩，走路不方便，就是艾滋病人。我就想再成立半个家，让我们病友在一块儿。 在这个家里没有给家那种，或者你心里那种想法，别人会对你一种歧视啊，或者啥？有那时候有各种想法，因为也不想给他们家里增加点麻烦，我又出来找房子，找房子找不到，这时候又要洗牌了，洗牌说跑到这边来住。 我这新民户籍家已经是办了第四次家，警察他不愿意，就烧到房东长，房东把我赶走。我今天坐车我就哭了。我这不是，我给找了一个男的。我不希望我的日子一直被他们这样的监视着。 而且呢，我做的这些，我只希望我们这些艾滋病人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。